各位先生晚安。今日讲李处长叫我讲句句话啦，我就是讲吼，咱出事这个，即摆这个局势的情形之下吼，我希望我大家吼，第一身体顾好，有健康的身体，才有温暖的家庭，才有生活基础。一方面咧，咱拢爱甲李处长学习啦，因为你看伊安尼吼。这个身体吼，实在是唔是逐口走有过。我当然啦，阮遐朋友啦，是讲阮厝边头，阮哦，阮清水迄个七星道的理事长吼，讲起来无简单嘞。你看伊啊，行一路吼，我都叫伊袂着啦。我讲安尼啦，你爬山吼，我对伊也拼命。我讲人伊即摆已经八十岁的人咧，不过咧行路拢安尼斜斜着，讲话淡定，佫有力。所以哦，有阵时啊，我讲，那俺两公仔无去太子店哦，我都一直想要去，因为那去啊，卖我啥，卖我坐咧只椅啊，我嘛坐咧泡茶，我就哦，心就足欢喜的。啊，讲起来，我吸收着伊的各方面的迄个精神啊、知识都吸收着。所以我若逐摆去，我讲啊，那茶我来泡吼，我咧泡咧我上爱，啊，那泡茶泡咧吸收伊的迄个哦，伊讲话我都吸收着，精神我嘛吸收着，这拢啊真好所在。啊，若有时间吼，尽量讲遐你所说到遐吼，加行几日啦，有好无歹。你像我早时，我拢五点外就起来运动，去太师林村第二第二回合个呢。因为头一回合我是五点外就，我伫迄个万里教区，我迄个排水沟边啊，我就要行一点钟啦。啊，过来八点出啊，我若过去遐太师林，我就搁再行一点啦。所以我精神会较好，就是算讲受到你所你个影响。我希望我大家啊，咱把时间吼，咱都安尼生活来有规律吼，啊，就再是食饱了，啊，就来迄个后往山顶太子殿了吼，来遐行行运动咧。啊，入去迄个七星道内底迄个会馆了吼，伊来啉只茶，啊，听李处长甲咱讲一寡人生的大道理，互咱听。这吼是根本看袂着的。你讲你读到博士吼，这拢就一定。所以这拢是咱社会的历练哦，的实务上吼吸收到的。我希望我大家吼会当报答，尽量参加。谢谢各位。李主任真正无简单，伊搁较无简单，多一项呢，伊那熬，几啊十年前就我都找一个报协调出，因太太名叫做。黄敏，迄是敏感的敏哦。我昨日要听伊讲几句话话，恁在昆都爱学伊讲话音、破音、冷暖，啊，佫有水准的话语。伊讲出来话，每一句话离袂开刀，啥物说刀，真圆，毋是咧讲话三角六角，听得出者出者，迄就是三角六角，人伊咧讲拢笑话。拄只咱主任讲邀请各位来太子殿迄个所在正好，我利用这个机会甲各位报告。几工前，咱中部地区，伫咱这附近有一团乐团，啊去照迄个所在，要点么练乐器，啊有大鼓、小鼓、琴。拢搬搬去到迄个所在，已经开始咧练。啊，一个讲是国宝级的，七八十岁啊，功夫真好。啊，去有一个较厉害的，讲我哪能知？啊，这个所在磁场那也好。哦，啊，过去哥哥安尼比哦，我来装点。但是伊个头前伊要练，伊经验来铁档迄件事啊。哦，这样来练哦，会讲出名哦。啊，讲我哪里在？李书记嘛，啊，你这个落课，但照阮用啦，我七进道这个落课啦。啊，因跩团员请七进道这个落课啦。啊，因个迄个马虎钱我讲迄个落课啦。啊，就讲啊讲，哦，安尼讲安尼用要一百呢。讲啊，李书记啊，你来这来做团长啦。哦，安怎安尼哦？讲好啦，恁导啦，恁啦，我看觅啦，有够水准出来啦。
哦，啊，然后就搁入去个清清淡淡泡茶遐啦，入去遐讲，哦，这个也较好，啊，这若身体有问题啦，到这大家都健康，有影去遐大家都健康。我逐日去遐了健康无？有哦。所以你若爱要健康，就来吸收一寡能量，真真正正不可思议。咱家己无甲何啥感觉？啊，若迄别个来，安尼你讲咱就知哎呦。啊，咱那下我好补，有通逐日伫遮开讲，啊，逐日伫遮啉茶，啊，身体无正常，来到遮变遮正常转去。就昨昏就一个时啦，31去，昨早来，伊妈妈带伊来，我叫伊讲，叫伊囡仔妈妈讲，啊，带恁翁来，昨下昼两点半就来，等我3点才到位，啊，结果迄、那个囡仔31去，暗时唔困，喝啉烧酒。叫上班唔去上班，啊！刚才去靠我介咧讲话，咧甲问连建议我都无啥建议，安尼叫到一日，啊，敢若安怎做？你甲看，父母若有迄个囝，到底个生活实在是可怜，搁再可怜。结果昨日倒不来，足奇怪哦，迄囡仔眼神转变。啊，我甲问讲，啊，你敢无去请教啦？去问神托佛，因老母讲，有啦，有神问啊，无神的啦。啊，讲啊啦，啊，大人嘛讲，因惊卡音啦，啊，卡音，干卡音，你今仔出的音真早就好啊。啊，结果昨来，我安尼解讲话，解安尼问袂因，问袂因哦。我来讲，大人讲有理哦，大声哈是鬼，嗯，晓得咧。啊，讲你就是讲话，讲话，啊，你是安怎呾呢？你是听无？听无啦？无你听无？话声个伊就倒个断了，刷一下鬼就走。张爷到来感情无同款，所以各位，咱生活伫这个附近，有咱鳌峰山迄个所在，磁场遐好，有通互咱健康个未来。这是非常难能可贵。什么原因？你搞得遐尼好？因为天地搞迄金庙一只，迄是天公伫咱人间的显官，伊是讲白下的白霜。啊，太子殿呢伫遐，就是三太子的白霜伫遐。所以方才我叫恁大家班呢，有机会恁来看卖，恁就知。你会转去笑啊笑袂煞，互恁翁会欢喜啊欢喜袂脱。所以我即摆要请咱这即阵的林太太讲几句话话，伊拢伫武陵遐伫做袂着。伊咧讲话是代表武陵哦。